从1996年开始啊，就从事这个检测行业啊。这个大楼也是香港六间投进建成的啊。我们先参观啊，我们一些实验室。在这个流程，我们有化学跟食品部门，也有玩具跟儿童产品的科学中心。这些有机的化学品，有一些产品，有机的化学品，包括氧化钾酸啊。国家的一些化学食品的样品的前提是，就是说一个分板的一个操作。一起倒数计时，三位数，三、二。